师妹，最近我也是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既然说我是炸鱼，一看就知道我这个是白银段位。那我今天就给你们明说吧，我打的是皇冠局，并不是什么白银啊。这里给你们看看什么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你们看看，千防夜防，老六难防。这个老六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个黄雀吧。左边这个人也在四季耳朵，先过来把人补掉。哎呦，看来人还不少。你等啊，打完中心车站之后，我也是开着车继续出来抓人。不过就是这个时候，这局游戏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。小妹，你们看看这前面，刚开始我还以为只有一个超级空投，走近了发现是两个，其实我还是错了，实际是三个。然后我突然看见四架飞机，他哥了，这是要干嘛？一个队打了三个信号枪，你们不去买彩票都白瞎了你们这个运气啊！那我肯定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然后我就开着车来到了这个反坡，观察一下情况。这个时候就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。先打倒一个，趁他们救人的时候直接拉到这个房子里面，进来扔个预判来分路，之后就上楼顶看看有没有机会抽人啊。下面全是烟挡住了，看来是没什么机会了，就尝试丢了两个预判雷。这个时候边上也是来车了，那我们就不着急了呀，他们肯定是会先打起来的，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来攻楼，我就先来到楼梯口守着了，一是防止他们攻楼，二是防止他们扔雷。现在他们已经全面开战了，那就到我出手了，过来阳台，能抽谁就先抽谁，这就是孤狼。人啊人啊人大概率是要过来攻楼的，而且攻楼之前要干嘛？肯定是人类排点啊，所以我这个位置绝对安全。你们看看这个投资物丢的，又来车了，看来暂时他们不会过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？那肯定是坐山观虎斗啊，等他们打起来我再去浑水摸鱼啊。终于是打起来了，赶紧上楼顶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打倒一个，找机会给他补了，免得夜长梦多啊。哎呦，还有一个小火车，这个人爬出来了，先把他补掉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有车不开非要用跑的是吧？真是太出名了，放个子弹赶紧补掉。楼下还有脚步，完了，手滑了呀。哎呦，快走快走，问题不大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过来香蕉卡个视野，准备反打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，当时我还以为这把素材没了呢，还好我福大命大，都多余了。我只能说只有活着的人才不填包，好吧。
皇冠局淘汰37个，加了92分，所以我这可不是炸鱼啊，兄弟们，下期你们还想看什么呢？